大家好，我是龔俊。为了拥有更晴朗的地球，让我们一起共益旅行，支持对社会、文化、环境和人类都有益的旅行方式。比如说出门携带布袋，减少对塑料袋的使用。那么你有什么共益旅行建议呢？点击微博链接生成你的专属海报，和我一起加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益旅行联盟。期待你的分享能够影响更多旅行者。谢谢。